今天是终极踢馆赛，我们要迎来最后一位踢馆的歌手。之前第一位大家还记得吗？苏运莹，非常可爱。第二位就是声音非常有特色的王希，王希今天是第三位，我好想他，你很想他，他在啊，隔壁。好了，今天这一位呢，说实话，可以说为了今天这个舞台上这一刻，他等了三年。大家好，你之前和他有些还是有交集。是 Coco 跟他有交集，就是在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，他是其中一个学员，然后那时候就我就觉得他特别的优秀了。对，我出过的第一张 EP 制作人是他。哇，你也是歌手。好了，今天他要来到我们这个房间，待会儿来做客。然后来了，哇，欢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嗨嗨嗨！你好，好美啊，你好美啊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朝鲜族。志文，来，你抱一下。我的导师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又好久不见了。是吗？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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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见之前我已经给你编过东西了。啊。这是你唱的那个最近比较烦，那是。哦，那要再报一个才行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你的名字好熟啊。对对对，我给你编过去。好了，我们正式欢迎金日文，好不好？原来如此。那我们把乐手老师请进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 ，Tommy。哇，来来来。